超有爱票选新垣结衣最适合的发型，你最喜欢的 Gaki 又是哪一种？最近每个礼拜看习惯 Gold Blue 李白石医生的马尾造型，结果突然想不起来现在 Gaki 到底什么发型惹。说到新垣结衣的发型啊，包括去年月薪娇妻里的短爆薄头在内，一直都是不少女生喜欢模仿的发型范本。不过这么多部作品又这么多种不同发型的可爱 Gaki 中，大家心目中最喜欢的又是哪种发型的 Gaki 呢？有日本网站就请全国20、60代共1141位的男女网友来票选出觉得最适合新垣结衣的发型，究竟支持率最高的又是哪种发型呢？原汁原味的内容在这里。六位，超短发，2.4%。Gaki 给人短发的印象很强烈，但似乎没什么看过他剪到像男生那样的极短发，自然极短发的支援率也比较低落。然后最短只找到这样 WW 图片，来自 http://tart.net。 五位，长发，11.8%。图片来自 http://holacgoo.com。 四位，中长发，13.8%。图片来自 tipshi1911.blog103.fc2.com。 三位，爆脖头，21.3%。两位，短发，25.5%。一位，及肩发，25.4%。其实前三名几种肩膀以上的发型支持率都很高，难怪近几年他肩下长发的发型相对出现的比例也比较少呢。而这票选在男女网友间的结果其实也完全不同，像男生票选出的排名虽然跟总排名相同，但女生却是以爆脖头或短发这种偏短的发型最多人支援。看来即使在国民老多的发型票选上，也可以明显看出男女生喜好的不同呢。以上这么多种不同发型的 Gaki，大家又是喜欢哪一种呢？最新敌营美国监狱探子凶多吉少，警方爆出惊人罪证，这次李成宇也束手无策，夫妇都哭了。最新消息，敌营儿子完蛋了，手枪也搜出来了，还有1600发子弹，敌营孙鹏傻了，神仙也难救他，敌营监狱探子泪崩。电价涨价 IP， 王定宇这次又不要脸的拿出马政府出来救援了，理由瞎报，网友看不下去纷纷炮轰。美权威打脸敌营，钱白花了，王牌天价律师身份被起底，敌营恐成其口中肥羊。4月5日，清明节，这几个生肖钞票夺得数不清，买彩票中头奖。台湾灵魂人物突然投奔大陆，蔡政府惊慌失措。中国的这一拳打得美国有点痛。国内最新油价预测4月5日至11日。高铁出轨，德国一次性丢掉600亿，安全性第一。英国，幸好我的是中国制造。全世界最大骗子去世，留下14万个比特币。
徒子徒孙还在骗。曝光，乌统区部主席泡夜店又吸毒被捕，他嚣张欺负马华，逼让楚敦拉萨国席给他上阵，终于报应到，完完了。菩萨诞辰开始，这几个生肖横财大发，一定要去买彩票。